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悦围棋，我是王湘如。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由陈祖德九段编写的中国围棋古谱大戏系列丛书的第二本血泪篇当中的第三盘。那本局呢是由黄龙士寿三子对阵徐兴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盘棋。那么这个三子的摆法呢，就是对于在古代当中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种形式。在现代的这个受子的情况下呢，三个子啊，通常这个子我们会把它放在星位上面，也就是构成这样的一个图。这大概是古代的这个围棋与现在不同的之处。那究竟这两个摆法哪个好呢？这可能就是每一个人对于围棋理解的不同而定了。那现在的棋手可能更加的务实，喜欢实地，所以可能会喜欢把这个子啊放在脚上更为实在一些。那么作为古代的棋手，他们好战，所以可能在星位这里有一个子，对于这全盘的作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古代的这个围棋规则与现代的围棋规则有许多的不同，所以这也是其中之一吧。接着呢，白棋挂角。那么如果欣赏了前面两盘棋的棋友呢，会发现让子棋的这个黄龙士，他每盘棋的开局啊都不一样，有的是选择了木外或者小木，那么这盘棋呢是直接挂角。黑棋木外，白棋这个拆边也很有意思。那么我们通常可以想到是在开局的时候啊，是要尽快的先把这个空角给守住，这应该是最为紧要的一个大场。但是呢，作为让子棋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白棋就需要更多的一些去出乎对手意料的这样一种下法，那么尽可能的把局面打乱，才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作为上手的这样一个优势。如果每一盘棋都按部就班的去像对子棋那样去进行的话，那么这三个子的这样一个优势啊，可能就很难去扳回了。黑棋拆，这个小飞很有意思。那在这个我们现代的这个围棋当中呢，当白棋插二的时候，黑棋大概尖顶是较为常见的选择。之后呢，比方说在单关跳或者小飞，那这两点呢都是可以依照对于这两个子的这样一个进攻的状态去决定的。那实战的这个黑棋呢，它是选择了飞二路，那么这一点呢，可能黑棋是认为能够从二路上直接搜刮白棋的根到三线，同时呢也是更好的巩固了自己脚步的实地。再大飞，这个大飞相信我们棋友们如果说欣赏了比较多的古谱的话，其实也逐渐的对于这个大飞比较能接受了，因为这是在古棋当中非常常见，或者说是成为古人们对于这个局部来说一种定式的选择。所以此时可能黑棋觉得直接大飞的话被白棋进角，那么让白棋有比较好的一个舒展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不妨呢在打飞之前先将白棋的棋形压缩至这个拆二的这样一个局限上。但是呢，虽然黑棋巩固了角地，它的付出的代价是让白棋这个拆边的子呢变得比较厚实，所以围棋呢实际上是
应该说是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艺术。那么一方得控，另外一方必然是要得万事。所以这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棋友们在下棋的时候作为一个判断优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假设对方棋又多，控又多，这个棋又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反省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其实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此时的局面不那么有利了。那现在呢，白棋加过来，这也是很体现古代棋手风格的一手棋。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还是会考虑到左上角的这个空角非常的诱人，同时当初白棋挂的这一子呢，下一步从这双飞燕也是很大的一手棋，白棋对这两个地方都置之不理。那么现在这下棋，黑棋呢这个小尖虽然说是一个出头，同时也是有抑制白棋发展的这样一个手段，但是呢此时在这里小飞手脚可能是更为合时机的一手。这手棋不单纯是黑棋护住了脚上的实地，同时也把白棋的这样一个拆边的这样一个点给消灭了，那么也就是回到了白棋与黑棋同样需要出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假设白棋小尖，黑棋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尖的话，那么应该说是正好的时机，属于是顺势出头。实战的黑棋小尖过来，虽然下一步压一个对于这个棋形的白棋来说稍有不舒服，但是呢还不至于影响到死活的问题，所以这一步拆二是非常之大的。黑棋脱了力，这也是在古代的这个围棋当中可以算作是一种定式的下法。那么在现代围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黑棋虎过来，那么接下来的是考验白棋是退一个还是吃一个，那么这是会形成一个定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实战的黑棋呢是立下长，白棋这个长呢它的意思是防止黑棋从这儿直接点过。这棋假设白棋脱先的话，黑棋二路透点之后一脱，是很好的破掉白棋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手段。那虽然说从目数角度来看的话并没有几目棋，但是其实我们棋迷朋友们也是应该在这些地方多做思考，就是在不完全是等同于目数的情况下，根据地作为一块薄棋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需要去注意以及去抢占的要点。黑棋贴，白棋这一顶从本身这个局部的交换跟黑棋另一个做交换来说的话，这个交换白棋并不便宜，这一点我们是首先要意识到的。但是白棋的意图呢，它是防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棋点了拖过来这样的手段。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顶跟黑棋立的交换，现在黑棋再点的话，白棋接，虽然黑棋依然存在这个一路小尖连回的手段，但是比起刚才直接拖过给白棋整块棋造成的这个压力来说，这个小尖可能就只能算作是一个官子了。因为对于白棋棋形来说的话，这以后白棋一跳，那么完全紧住气之后呢，黑棋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破白棋根据地和眼位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白棋的这个尖顶的下法，我们可能
会去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那么以后也许在实战当中，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尝试去采用这样的下法，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亏损足以抗衡，就是足以抗衡这个被黑棋点进来的这样一个损失吗？如果说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不妨去采取这样的下法。那白棋其实并不单纯是为了去防止这个下法，而是他想在这争得先手之后反加过来，这是非常积极的。那么我们下棋的时候可能听说过这个一句术语，叫做后中先和先中后。这两者的区别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手棋白棋自补一手有一手棋价值，那么这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办法。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顶终究还是比较损目的，用这个损失来换得的一个先手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每一个棋手可能在下这个顶之前会去考虑的。那么黄龙士他给出的答案呢，是认为此时呢，作为这个让子棋的一方，下得更加的去积极一些呢，应该说是会给自己带来的机会也会更多。黑棋一扳，是白棋应手。如果此时白棋不明就里的拐一个跟黑棋长交换，白棋马上会陷入到一个棋形的困境当中。如果出头的话，这个棋马上就存在着断点，而且无论是断外边还是断里边，白棋这两块棋都面临着一个被分割开来的情况。这个是当初白棋顶的时候需要去考虑到的问题。实战白棋显然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小尖。那黄龙士对于这种棋形的掌握是非常独到的。此时呢，黑棋如果点，这是这个棋形存在的一个变化。假设白棋接住，这样呢，黑棋再小尖，这就完全跟我们之前说的直接点了小尖有非常大的区别。这样黑棋是带着把白四子切断的一个目的，那么连回家的。这个变化图显然白棋失败。那么如果黑棋这一点白棋就没招了，那显然不就是白棋小尖的失误吗？但是呢，我们再仔细看，白棋其实呢并不一定要把这个子当做一定不能放弃的棋，所以呢也是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提示，下棋呢一定是要灵活多变的。那么很多棋呢，在以一个全局为主要的一个平衡点的同时呢，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个舍弃的方式来这样作为交换之后，白棋一提，整体看来黑棋吃掉了一子，虽然说带着一定的目数，但是白棋这个拔花的威力之大呢，使得左右两边都是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厚实的状态。那黑棋当初的这个子现在就沦落成了要被可能被白棋作为一个不攻击目标的这样一块棋了。显然徐兴友也不会因为贪吃这一个子的小便宜而损失了大局的一个掌控。接住，这样呢就是黑棋还是强调着白棋两边不活，黑棋跑，黑棋压过来，看似这步压呢是一个先手，那也是很顺手的一个出头点。但是呢，黄龙士的这个高妙之处就在于他对于
不仅在这个作战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敏锐程度，在大局的一个掌控当中呢，它也是可以说是立于一个高手的这样一个角度。那这个时候呢，当黑棋一压，白棋没有按部就班的退一个，而是在这儿大飞封住黑棋，这样的一招棋啊，不仅威胁到了黑棋的死活，白棋终极的目的呢，还是想要两边连成一块。那么毕竟呢，只要是把孤棋都连在一块，相对来说也就能够把自己这个被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给减少了。那陈老的这一套书呢，是以这个清末的鲍鼎先生的这个棋评，就是国艺二刊这样一本书作为抄本，那么作为一个参考。同时呢，这个血泪篇呢，还有可能是徐兴友作为棋评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文字资料作为参考，那么出的这一整理和研究的这一套书。所以说在这个国艺二刊的评价当中啊，对于这个白棋的这一手棋上面写的是得局面大意，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可以说是白棋很好的掌控了这个全局的一个全局观。这手棋的意思就是黑棋现在须得二路去做活，那么只要能够先手这样连片，那白棋再把这个推过来也不迟。所以如果说用一个倒叙的手法去考虑的话，在这个时候黑棋这个贴也变得是不那么的紧要了。那如此的话，黑棋比方说先从这儿震出头，既强调白棋这个拆边的薄弱性，同时呢白棋这手棋飞的话，黑棋再压，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次序。因此呢，此时黑棋出头应该才是这个对于整个大局掌控的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实战呢，白棋走过来，黑棋做活。其实呢，这样呢，白棋也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后再把这个退过来，应该是正确的次序。此时实战的白棋在二路爬，这手棋可能有乘胜追击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出于对于这个现状的考虑，黑棋首先下一步虎一个是进火，那么黑棋放着一个确切的活棋，对于白棋这个外围来说的话，就如实战的这一碰，那么消化一下，这一碰白棋是没有办法接住这个的，这样黑棋可以长出头，这个冲断的话，黑棋这一段白棋气紧，所以白棋只能长，像黑棋吃一个的话还是先手，所以就是黑棋这块棋实际上它是先手活了。假设让黑棋先手活，那么白棋的这个爬其实就是在这个布局阶段就走了一个关子，而且这个关子的目数价值非常之小。由此呢，也可以看出，即便这个水平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如黄龙士这样的水平，他也很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那这也是应该说也是这个围棋它的这个奇妙之处吧。实战呢，白棋爬了一个，黑棋先挤，跟靠一个，跟黑棋这个白棋长个做交换。其实此时啊，黑棋搬下去这个子非常大，但是呢，实战黑棋断，跟白交换，然后再一长。这个长呢，他期望的是白棋小尖，毕竟啊，这两个子
其实是可以作为奇经的。然后黑的呢，它的预想图是这样，这一猴排气接住的话呢，黑的先把这个吃一下，然后再一段白棋两边都不火，这个局部以后分一个，白棋如果挡黑的再一扳，如果说白棋立的话，黑棋这一段，那么这五个子被吃掉了。也就是说，这是黑棋的一个预想图，他觉得在这个做活的前提下呢，把对方先分段开，那么其实从情理当中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黑棋的这个有一些想当然的招法，再一次呢被白棋的更为大局的下法给化解了。此时白棋跳一个，所以这也正是我们当时刚才为什么说黑棋应该先选择在这扳或者说出头这样的下法呢，毕竟这个出头是既保存自己的联络，同时对白棋这块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胁，而且在这块棋不会被吃掉的前提下呢，黑棋这样是依旧是能够保存这个之前三子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从这个白棋的这一阵呢，又再一次的体现了黄龙士对于棋局这样一个大局的掌控。黑棋靠一个出头，白棋扳很狠，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白棋在这接，但是这个接呢被黑的打接住再贴，这样呢因为白棋没有办法把黑棋扳断，这个显而易见的黑棋一吃的话，这两边争子都不利，所以如果只能把这两个子吃回，那么黑棋这一带从这冲断的话会比较严厉。那所以实战啊，白棋的这个当黑棋长的时候，白棋这一接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即便黄龙士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他也不是盲目的去选择一味的作战，而是一定要去把握一个较为合适的这样一个时机。所以这一点呢，不论是古代棋手还是现代棋手，应该说都是一个共识。即便如我们现在这个以力量著称的古力李世石这一类的棋手，他们都是非常善战而且也好战的，但是当我们去欣赏他们的棋谱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他们的这个与别人作战的优势是来源于他们很好的，首先是很好的把握住了一个作战的这样一个时机，他们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敏锐的程度，所以呢选择了一个适宜的作战时机，再加以这个合适的作战手段，这样才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结果。实战呢，黑棋尖顶这块棋呢，现在是一个眼，那还需要继续做活，拖一下，这两手棋的意思是保留这个立下来做活的这一个眼，毕竟现在黑棋出头的话呢，就如实战的后来这样，这只能说是在做活之前先把白棋分断，但是并不足以让黑棋有一个出头的这样一个手段。黑棋在做活之前先进行了这个交换，然后一立，这里一个铁眼，这再做出一个眼，好歹呢先两眼做活，
虽然这个进程上来看的话，黑棋有些委屈，毕竟是起初这个作战是黑棋比较有利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像是被白棋整个的包在了里边，那么尽管白棋在这个连接上存在问题，但是从这个让三子的角度上来说，白棋还是处于一个向上的追赶状态。那从这个局部来说的话，黑棋其实整体来说应该是活棋，但是就局部而言，白棋是存在这一拖的手段。这个拖如果黑棋拐的话，白挂黑的一吃，白棋一吃，那么这个眼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呢，要结合实战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黑棋这一拐，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一断，你接住，我再一扳。那么白棋自身这块棋是不活的，那只有五口气，黑棋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口气了，所以白棋拖一个暂且不成立。回头再把这个两子棋金连回，虽然白棋这块棋不活，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花手数吃一个，虽然也是很大，但是一旦被黑棋先把这两子吞并了之后呢，白棋还是处于一个被分割的这样一个状态。黑棋先把这个交换掉。再冲，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手段。白棋精明，把这个交换了。毕竟已经看到这个拖的话，虽然是有这样的手段，但是无奈于此时的这个情况并不容许白棋这么下，不妨呢就把这个目数给走掉。毕竟这样一来一回的话，还是相差两目棋。再接回团，白棋接这个团，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白棋如果黑棋现在脱先的话，看似这个这有一个吃，这有一个虎是活棋，但如果这个时候脱先，那么被白棋这一粘的话，这下一步挤了，有一个扑，所以白棋这一粘是先手。那么黑棋这个粘跟白棋交换再去做活，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以后打劫的时候，那么如果论白找劫，他有可能将这个变成一枚劫材，索性呢黑棋就先交换掉，立一个。这个立呢，从目数角度上来说的话，黑棋是走错了。本身，如果黑棋虎到这儿，这个局部的话有五目棋，立到这儿的话，这以后被白棋扳粘是先手，下一步一打成截活了，他要补，他只有四目，黑棋先损了一目，虽然这儿多破掉了白棋一目棋的可能，但是白棋这儿变成了先手，等于白多出来一个扳粘，那么在这个细节上面，黑棋有点小问题。现在呢，这个白棋吃过来，这个吃呢是非常大的一手棋，也是可以说是最终啊，就是让黑棋导致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其实刚才黑棋虽然说我们之前说白棋小尖这个是迫于一个局面上的无奈，毕竟这个时候本手还是需要在这吃。那么既然白棋脱先，黑棋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环节上面去寻求先手呢？那么这大概是黑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比方说把这吃了以后，有没有可能先去把这个接住，那么置这块棋先不下。比方说这个时候，
这些都不走，就算冲掉一下，然后先把这个接一个，或者这样先断吃。哦，断吃的话这个交换了，对，这个不能走，先接。这样呢白棋靠，然后黑棋走这个，白棋如果点，黑棋接，再拼一个。这样白棋整块棋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这是应该说是白棋其实挺需要担心的。那这个棋虽然说残留着一个打劫，但是未知的因素还比较多。实际上呢，这个白棋可以说它是等于最终的结果，就是先把这个两子救回，然后呢又把最关键的这个吃的这手棋给走到了。黑棋整体来说这一整个战役，从最初的这个扳开始吧，是带着一个进攻性的目的去下的，但是最终呢是让白棋把这两边基本上连后了，然后这四个子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气紧不太好动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两块棋都是委屈的做活，算下来的话这边四目，这边提了一个，这边三目，两块棋只有七目棋，那黑棋这个效率是非常低下的。那黄龙氏呢，在这个清初的康熙年间算作是一等一的大国手，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棋坛当中啊，黄龙氏是没有可以跟他去下对子的这样一个棋手的，所以徐新友呢后来是作为他的学生，那么跟他下了这些寿子棋，那么后来流传出来的棋谱包括四子谱、三子谱，那么都是这个黄龙氏去授子于当时的一些其他的棋手去下的这样的一个让子棋。那么这个徐新友的与黄龙氏下的这个三子谱啊，就是我们称为的这个血泪篇啊，是在这个古代的围棋史上啊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的。从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无论是让子棋让多少子，这样的一个精彩程度都不能够去跟这个对子棋，也就是双方水平相当的两个棋手的这样一个棋谱去比拟。但是呢这个血泪篇它能之所以能够受这个从古至今的棋手们如此的推崇，它必然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精彩的程度。其实当时去判断这个徐新友的水平的话，实际上黄龙氏让他三个子是比较吃力的，大概是让两子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最终是达成了这样一个让三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将这个十盘棋的棋谱留诸于世。之所以会如此推崇呢，也是大概是因为在结束了这个血泪篇这十盘棋之后啊，有传言是徐新友去就是闭关三年，重新出道的时候他的棋力已经大增了。不知道他这个闭关三年的时候是不是又重新好好的品味了一下与他老师的这十盘棋当中的一些内容，从而让自己的棋艺呢大有精进。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但是呢事实呢确实是在此后的数年之久啊，在这个黄龙氏去世之后啊，徐新友就成为了当时的这个一等一的国手了。所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这十盘棋的这样一个价值。那再回到这个棋盘前，现在呢白棋打吃，
虽然说整个的一个进程是白棋获利了，但是黑棋依然是存在着当初三个子的这样一个优势，虽然说不至于有三子的这个优势之大，但是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所以可能现在比较现实的是考虑一下如何把这个天元这子和这四个子联合起来，去找一些更合适的招法。实战黑棋以为这个跑出来很严厉，假设白棋吃的话呢就跑，如果你接就粘上，白棋跑的话黑棋就一路贴过来。如果真的下成这样的话呢，白棋这块棋就越加的陷入到一个被黑进攻的状态。但实际上黑棋徐兴友他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白棋他并不是只有打吃这一种选择。实战呢，白棋挤，先挤这个次序很重要，黑棋接，然后白棋再跳，这样的区别就在于黑棋如果这个时候还要跑三个子的话，白棋就把自己的头走在了外面，在一长。那当初黑棋跑出来的这两个子被白棋打了一通鱼形之后呢，实际上就毫无意义了。如此呢，当白棋一加的时候，黑棋觉得这两个子再多走也无益了，那么很尴尬的就只能先放在这儿。转而走在下边，顶。这个棋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过，这四个子呢，因为它的气很紧，所以说其实黑棋在处理的时候是需要小心的。如果白棋这个时候就简单的长跟黑棋交换爬角进来，这虽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呢并不是一个最有力和最强烈的一个反击的手段。那么如果我们了解黄龙士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他这个时候会选择冲了断这样的下法。黑棋吃，再一吃，长，这样的白棋非常愉快的把黑三子吃掉，那么当初的这个需要去担忧的问题呢也就彻底解决了。其实这个棋白棋从这边断也是可以的，然后黑棋吃，白棋再断过来，只不过这样下的话呢白棋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不如实战的这个直接先吃掉三个子呢较为简明。黑棋小尖，这手棋初一看啊有一些难以理解，这个小尖的意思是什么呢？大概呢是担心白棋从这吃了之后这一扳，强调黑棋气紧的同时啊，当初让子的这个天元啊逐渐的进入到了白棋整个的一个包围圈当中。那我们知道这个围棋呢子孝是很关键的，如果当初黑棋这个子被白棋只是在外围多走了几手以后就没有办法出逃的话，那么等于黑棋就浪费了一子棋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如此算来的话，黑棋的这个也就是说白棋的子效就过于高了。黑棋小尖，这样虽然说白棋又打吃，但是这个打吃完了之后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壮气，所以黑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防止住了白棋的打吃。那同时呢这手棋呢选点呢又比团在这儿要好，因为团的话跟白棋长交换有一种帮白棋出头这样的感觉。小尖，
压一下交换掉，再接上。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棋非常有趣，是进行了整个的右半盘至下半盘，那么这个左上的空角啊，从我们布局开始就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被黑白双方去重视，而且现在轮到白棋下，它的选点依然是放弃了左上角，而是在这个左边这个星位下面一路选择拆边，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大概呢，白棋认为现在走这边，一个是这个黑棋啊，这两子虽然是不好动弹，但是起码黑棋存在这个以后拖一个跟白棋交换，这是长期来这样的手段，所以白棋大概觉得在这一带走棋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反而因为黑棋这一带的这个逐渐筑起的势力，白棋较为担心的是黑棋在这一路拆扩张自己的这样一个潜力，这是白棋比较深谋远虑的一点。但是究竟这个角和边的这样一个应该去如何选择，这可能还有待争议。那毕竟呢，在这个我们最初对于围棋的理解当中，就有一句比较应该说比较直白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金角银边草肚皮，所以这句话虽然说比较直白，但是呢也很清晰的给我们体现了在棋盘上这个每个局部的这样一个价值。金角，那么毕竟角上的这个价值可能会最大，但是棋局呢也是变化万千的，所以应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每一个局部的这个价值大小的理解也会不同，这也正是为什么白棋此时选择了拆边的这样一个原因吧。实际上比较有意思的是黑棋还是没有选择站角，从这边拖了长。其实个人认为这个棋可能黑棋在这一带啊，比如说走这个或者星位，应该说是一个选点，也不至于就是会被双方都如此的唾弃的一个角。毕竟白棋可能拆边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合适的理由，但是黑棋的话可能此时还是占星位更大一点。白棋终于把这个角给占了，黑棋走过来，这也是古代的一个棋风所致。那么他认为这个黑棋这一块棋啊是到后势，既然是后势就要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不管你白棋拆的离我有多远，我都要打进来，那么是以进攻你这个子为前提的一个状态。那白棋此时呢，在黑棋这个拆了过来之后啊，这个拆二非常舒服，黑棋直接二路透点。这个棋呢大家要注意，可能在没有这个这一带的黑棋子力的时候，黑棋对于白棋这个拆二的就是说限制它的下法，可能也就是在小尖的位置。但是棋局是我们前面也说到是随着这个这个不同的情况而变化的，现在黑棋这一道后势非常厚，所以黑的更有理由把这个棋下的更加的直接也更加的有力一些，那给白棋造成的这样一个威胁也更大。白棋走，黑棋再挂，白跳，这也是大局的一种。黑棋拖一个是白棋的应手，再一加，这是一种出头的方式。如果这个时候黑棋简单的跳的话，白棋有
二路拖过这样的旋点。顶一下，这个招法即便是在现代的这个围棋当中也非常的常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考虑当时的这个当时的围棋与现代围棋不同的地方，或者说是一味的讨论当时的这个围棋的就是说对于理解的这样一个落后点。就比如说现在的黑棋这样的下法，那么我们不清楚是以之前的古代的这个古棋作为一个前提延续下来，还是现今的棋手对于这个棋形重新理解而采取的下法。但不管是怎么推断的话，那么当初就已经存在着这样黑棋一种腾挪，让自己助自己出头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个棋如果白棋拐的话，黑棋有一段，白棋吃，黑棋从这儿跑，这个子跑不掉了。如果打，接住，再这样呢，黑棋先接，这个白棋没办法接了。如果接被黑的一吃，如果使出这个非常俗的杀手锏的话，那么黑棋也乐得接受，毕竟这冲出来，这三个子先不论死活问题，这样的话，以这种形式冲出来是达到了把白棋两边分裂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白棋不愿意跑，顶一下接回。但这个棋形如果黑棋单长，看似是正常的一手，但是这样的出头未免有点呆滞。首先会被白棋二路小尖，然后飞震过来，黑棋如果要出头的话，比方说顶一个来双，白棋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吃掉黑棋，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中间和两边获得利益，这样黑棋出逃的路呢是很漫长也很艰辛的。实战的徐新友对于这个局部的这个棋形的掌握还是比较出色的，顶了一个。这样无论白棋立还是接，黑棋下一手跳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这样一个出头的方式。白棋也绝非是好说话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把你出头的路先断了。如果黑的要这样二路求活，首先非常的委屈，同时呢这个局部而言啊，可能要依靠另一个这样的先手去做活，那么如果这样活的话就过于委屈了。战黑棋先硬着头皮把这个挖出来，白棋吃，白棋如果吃这个被黑棋接住的话，下一步冲和吃变成了两点必得其一。接一个，这样白棋回手再把黑两子加吃，如此呢黑棋虽然说这块空这块棋也可以连回，但是白棋通过对于黑棋的进攻迫使黑棋以弃掉两个子为代价，那么同时白棋当初的这个拆二的话也得到了巩固。黑棋连回，白棋很愉快团了一跳，那这个脚步呢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以后黑棋顶多是这个小尖呢有一个先手，白棋可以考虑胡到这儿补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左边的这样一个战役应该说是黑棋不是很满意，可以说白棋也是得分了。
那总体来看，现在这个局面下呢，是处于，虽然说一直是处于一个有战斗的情况，但是呢，双方还是以这个目数为基准，所以看上去最终呢，还是要以这个走官子的这样一个情况去判断胜负。黑棋点，点一个看似绝先白棋只有提，但是呢，白棋实战的这个反击冲了一段，非常的有力。黑棋当然也可以跑，但是白棋提的话呢，也就迫使黑棋当初觉得是先手的这一点呢，反而变成了一颗非常沉重的这样一个子，那么毫无疑问是要落后手了。所以这一点呢，也有必要跟我们棋迷朋友们多做介绍一下，就是当我们觉得对方啊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先手，迫使我们去在一个地方硬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第一感啊，应该是从这个一味的应对的这样一个角度转换到这个先去考虑如何反击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首先我们不要以为觉得提一下啊，顶多是被黑棋点了一下，也没有觉得黑棋就马上获得一个实质性的利益。但是很多时候啊，尤其这个在高手的棋谱当中更是体现的尤为突出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在这个我们看似必然的一个交换当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战斗。这也就是高手啊，对于每目必争的这样一个概念非常的清晰，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样一个思维当中啊，是没有绝对的退让的，一定是在权衡了之后才会去选择一个最佳的下法。所以实战的白棋呢，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围棋理解呢，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如此呢，可以看出黑棋这个点可能有点不必要，那么走不到的地方还不如就不走了，再跳一个。这样毕竟呢，黑棋这个地方存在着断点，是需要花手数去走的。实战呢，也确实，当白棋一断的时候，黑棋没有一个合适的选点去下了，他也只能脱先了，跳一个非常大。这一手棋的价值呢，首先就有目数，已经有十一目棋。那么同时，如果被白棋飞过来，白棋自己呢也要长1、2、3、4、5、6、7、8目左右。将近20目的一个大场，但是白棋呢，它始终是瞄着黑棋的这样一个弱点。黑棋先打一下，接住，白棋靠，实战的这个黑棋，在这个白棋交换了之后，他是先选择了在别处进行一个交换啊。这个次序不好意思，是黑棋先飞，白棋靠，然后黑棋再走，跟白棋交换，黑棋搬。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棋谱啊，流传至今的棋谱，到现在黑棋这一搬就没有再接下去走了。那么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这盘棋也没有，既然这个棋谱到这里结束，那但是呢，在这个胜负，也就是结果的这一栏当中，并没有标注谁胜谁负，也就是说，这是一盘就
就是是一盘胜负不明的棋，但是当我们判断下来，这个棋其实如果说是最后一手是黑棋下的，那么白棋其实他没有理由认输，因为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看不清的局面，而且白棋目前的状况，我们比方说黑棋在上方这里呢是存在着这个棋形上的问题，然后说冲了，这里还有一段，这一段啊，如果黑棋吃，白棋走，白棋踢，白棋假设把这个接回的话，那肯定是白棋能够达到这个目数上的优势的局面。如果黑棋选择吃这边，白棋吃，黑棋提，白棋把这个打拔了。这个图呢是陈老自己对于这个棋形，就是对于这盘棋后续的一个研究。确实因为这样一个没有标明胜负的棋谱，让人产生了诸多的疑问，那么由此呢也会引发对于这个棋局最终的一个相较为准确的判断。那么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呢，陈老摆出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图。打拔以后带有先手味道，如果黑棋脱先，白棋可以点进来，脚上黑棋有被白棋出棋的嫌疑。走一个，白棋避，黑棋补吃，然后白棋再一挡，这应该都是，如果说棋下成这样的话，是双方都是较为正常的一个进程。那么可以把这个棋呀，大致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那么基本上呢，大关子都走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此再来判断这个形势的时候呢，大概全盘呢是黑棋40多目，那么白棋呢也有40多目。那在古代这个围棋规则当中啊，让三子最终的终局呢，黑棋是要贴还白棋3颗子的。也就是说，如果在盘面上双方的目数相等的话，那么实际上在终局时候算上黑棋贴还白棋的子数，那白棋是一个获胜的局面。正因为这样的疑问，所以也就不太能够解释为什么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就没有下一手。这也许是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可能棋谱在这个保存或者记录的过程当中也会存在问题，那么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更进一步研究的这一方面。但是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一个收束来看的话，似乎白棋最终走向终局的胜利的这个希望反而是更大一些。整体看来的话，这盘棋从这个右边的作战一直绵延到下边，是占据了整盘棋的一个重心。那黑棋呢，几度失去了这样一个就是能够掌握大局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两次都被白棋一个大飞照还有一个跳阵过来，这两手棋掌控了这个胜势的大局。所以看上去黑棋应该说在整个作战当中是落了白棋的下风，最终呢可能虽然这是一盘没有这个标明胜负的棋，但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判断当中可以认定是白棋最终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胜利。那么整体来看呢，我们先不顾这个胜负而言，整体而言这盘棋的精彩程度呢也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与我们一起欣赏了一盘这么精彩的棋局。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